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域解说，来，竞技排位赛啊，第一名托雷基亚，这么牛逼吗？托雷基亚那么多分，哇，这回的我，嘿嘿，还好可以。可以换角色。就算我化为宇宙星辰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，没有那个等离子金珀。所以打完这个，我就要去打等离子金珀了。跑不掉，直接被禁魔。诶，跑哪里去了？那个阶段要是装备好一点的话，那压根就抓不到，会被他虐惨。40锆石奥特曼，那一颗赛斯是45颗星的。银河奥特曼呢，等级也是有了，但是才47级，虽然6星，但实力应该也不怎么强。嘿，结账哦！银河奥特曼6星50级，高斯6星56，迪迦奥特曼6星51。不过，在面对这个72的贝利亚，他们应该没有机会吧？而且这突破圣经需要差不多升级到这一个贝利亚的时候，差不多需要600。我现在是一共用了1200多个碎片。贝利亚的碎片哦，48了。迪迦奥特曼，哦，他这个欧布奥特曼这个火焰形态是爆焰形态吗？这个为主，这个礼拜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的名次了，因为没有钻石去拿更多的积分了。诶，哇哦！现在哇哦，下雨喽，麻烦。哎呀，
再来挑战一下。哎，我先下雨这么大。哇，哇，雨情那么大，我还有些事要做，没弄好，烦喽。48的低价。哇，站着让他挡就，看来这就他的这个装备还没起来。说好了。打不到47的这一个巴等性能，还有这一个银河，不会吧？诶，52的迪迦，45的高斯，还有巴等性能。一下痛啊，第一个是迪迦，第二个是高斯，高斯的话复活但是血厚而已，攻击力不强，血厚但是防不高啊。基美拉波罗斯，波罗斯迪迦，你就算出来了，基美拉波罗斯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碎片，没有强化也不行啊，要突破一下，两星的，那么打也应该，没想到被反手了。没有钻石也就现在是100名开外，荣耀之战，哎呀，选择先上场的就不要选择最厉害的，先选择这些差一点的啊，反正有5次机会。该不会输吧？三个都还在，是不是这一个？战斗方式是不是也改了？有限制次数了。
其实没几多应该可以省掉了。他的那一只人呢？57级，哇，这么牛逼，魔王！那一只魔王兽叫什么名字？这个荣耀之战这么多啊，下一回我也去升级魔王德了。现在不给礼包了吗？一对一对来吧，哎，我至少让我技能释放一下嘛。